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吗？说过了，不知道。房进斋的电台密码我们的确没有破译，不过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假象使他的通讯失灵。果然我们的目的达到了。说起来还要感谢武队长你付出的辛劳，因为这件事情只有你、我和宫本大卫三个人知道。凭什么这个功劳要记在我头上？因为宫本大卫是绝对值得信赖的。好、叫宫本来，对老子用刑。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老子要么就没话说，要么就骂死你们这帮鸟人。武队长，请你认真回答大佐的提问。你先回答我的提问，在你心里我是什么人？曾经是很亲近的人吧。视我如子，对吧？其实你是想让我把你当父亲，可你根本没把我当亲人，要不然你也不会眼看着他们对我重料加身，百般刁难。即便是亲人，只要他犯下了对帝国不利的罪行，我也绝不会袒护的。那好，既然唯有我不受信任，那军事机密外泄自然是我的责任，奸细自然是我，对吧？你的推断很严谨，可你的推断不够严谨。石团长，战斗打响期间，房锦斋的电台是不是真的一直保持静默？据师团部监测站报告，战斗三小时后，房进斋部开始频繁发报。由于密码尚未解获，所以具体内容不是很了解。这很好解释，房进斋是在试探我们是否真的掌握了他的密码。他发的那些电文都是些扰乱视听的东西，否则为什么师部的电台频繁发报，而作为前沿的顾大张吕的电台始终没有响动？荒木大佐，你说房进斋改用通讯兵与顾虑联络，我想问一句，那些通讯兵到达顾虑？九头鸟早已在必经之路上设下了伏兵，怎么能让他们过去？可顾虑还是突围了。房进斋还是来接应的，如果房进斋不来接应，顾虑明知道后有史威远部堵截，他怎么敢贸然撤退？石团长，我这个推断严不严谨？顾虑突围的时间与房进斋接应的时间非常的契合，应该是事先进行过联络。那他们用什么联络？放鸽子？点狼烟？还是吹口哨扯着嗓子互相喊？他们用的恐怕还是电台吧。荒木大佐，能不能扶我起来啊？
事实证明你们是上了房进斋的当。房进斋首先保持电台静默是为了制造假象，在关键时刻才打你的七寸。他根本就不知道密码被破译的谣传。荒木大佐，你也是职责所在，要怪只能怪房进斋太狡猾，我是不会怪你的。等一等等一等，这件事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。黄木，你不是说房进斋师部的电台一直在频繁的发报吗？是，可是他发了那么多的假情报，我竟都毫无反应，你说他该怎么想？一定会认为密码破译之事是我方使诈，所以他才敢用电台命令顾大章撤退。军长的推断你听见了？反正你也推我也推，官大一级压死人，算我倒霉。既然此事一时难以查明，能否请武队长随我们一起返回武汉军部配合调查？好吧，好好配合荒木大佐，我希望你是清白的。吴队长，委屈你辛苦一趟吧。受吗？我外面还有40多个士兵呢。没想到会有今天吧。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，我原本也没指望你们能给我赢。老小子，这就迫不及待了。你当老子害我，先生挂了你的旗，我让你关于泄密一案有了最新进展，宫本，你向师团长汇报吧。师团长，我们抓获了一个双料间谍，他既是重庆方面的地下人员，又为房进斋效力。我们注意他很久了，一直没有打草惊蛇，直到今天早上，他想要绑架石长去洪湖，我们才把他抓获。这和泄密案有什么关系吗？我们从他身上搜出了有关歼灭128旅作战计划的照相底片，显然，
他从史师长那儿偷拍来的。在史师长的作战计划当中，有没有提到关于房进斋密码破译之事？有。为什么不早说？我不知道史师长了解内情。慌不走了没？已经走了。 是团长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局长，我们抓获一个间谍，从他拍摄实物演示作战计划中提到了密码已经被我方破解之事。是黄燕吧？是。石团长，这个女人是重庆方面的间谍，我是有意让她接触到史师长的作战计划，从而使重庆方面得知，此役我们势在必得，是他们不敢轻举妄动。这么说，只有你。 宫本还有武先明知道所谓密码破译的事情，但是重庆方面绝对不会向房锦斋透露的，是吗？宫本，跟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抓这个间谍？他想要绑架史师长去鸿鹄，是不是真的是事实？史师长可以证明。黄木机关长。 在车里撞的。上车。可是，机关长还有什么吩咐？可是那个女间谍，也是武队长介绍给史师长的。没错，我是为了维持人脉好换取情报。重庆方面托我救人，我不好拒绝他们，又不能就这么把人放了。 正好史师长需要一个枕边人，我就把人送到他那儿去了。机关长，这件事情我确实有责任，请你出发。把武队长的脚镣打开。 受勋？为什么？尽管冒出个什么双料间谍，但是直觉告诉我，泄露秘密的就是武先明。房进斋因为他的假情报损失了一个加强团。
我们这一受寻就等于告诉冯进斋，武先明是按照我们的部署戏弄了他。我明白了，这是借刀杀人。闭嘴。嘿，那个李金蝶在哪儿？我要亲自审问。他已经咬舌自尽了。混蛋，你这个屠夫，我真应该把你送到前线去。回来了。给您办事儿还不得日夜兼程啊？那事儿办好了，二是请杰克氏成交。武贤明还挺爽快。那是，这不是有我的面子在里面吗？他亲自和你谈的？那别人谁能做主啊？昨天晚上谈的。是啊。抓起来。我知道你周身是毒，但毒药的效力不会比子弹快。队长呢？不见了。没告诉他我们要给他受训吗？打电话告诉过他。他怎么说？他说他做的还很不够。武队长的这种谦逊更值得我们钦佩。我希望你们用头版头条内容发表这条消息啊。想好了吗？你要我想什么？说出武林的下落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在武先明手里。你再想想，想好了叫他们喊我。兄，我马上就要回恩师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告别。又不是不回来了。你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失态了。没事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走吧。那我走了。嗯。魏兄。
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，你走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会儿。受了这么一点点挫折，你就要以自杀来献国人，恐怕连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间谍就死完了。再说这个是日本人的阴谋，不是连我也上了他们的当了吗？这不是日本人的阴谋，这是武先民的阴谋。武先民是不是存心要害九幺八是这事还有待于调查。不用调查了，我看了今天的荆州报纸，日本人给他受勋了，一个加强团的弟兄，1000多人就因为我这条假消息而丧生杀场，难道我不应该给他们有个交代吗？既然你有必死的决心，那你为什么不能好好的活着，咱们抓住傀儡，为那些死难的官兵报仇？我想过这事儿，可要是武先民一直龟缩荆州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？再说杀他一人之命，怎么为这1000多孤儿寡母报仇啊？医生，你冷静一下，你冷静一下，你听我说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蹊跷。咱们就说武先民有那么大的能耐，他能骗过918师，但是现在连战区的情报处都一并被骗了，我觉得他的能力达不到这个程度，你明白吗？我们长子以武先民之三弟弟的名义骗过他，这是他内心最不能触碰的一个窗口。我们那么一损，他还不机关算尽疯狂报复啊？这个主意也是我出的呀，如果应该承担责任，也应该我来承担呢。玉珠，你答应我，你好好的活着好不好？咱们一起为那些死难的官兵报仇好不好？武雄，我答应你，我知道你急于赶回恩师复明，你去吧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怎么能放心走呢？你要守着我吗？你守得了我一时，守得了我一世？
出人命了，能不快吗？你走吧，这交给我了。你能行吗？放心吧，对付女人我比你在行。这个今儿可是要死要活的。他在我心里的位置不比你低。如果不能让他回心转意，我把我这条命赔给他。行，那你办完事赶紧回来。赶紧走吧，别啰嗦了。许同学，故人来访。刘先明，你还敢来鸿鹄？我是来救你的，你想干嘛？一千多人命，我要你偿命。凭什么我偿？你当兵破敌之说由你而起。兵不厌诈，我哪想到你那么轻信。好了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怎么说也是个知识妇女了，怎么像个乡下女人一样一哭二闹三上吊的？好啊，只要能让你消气，打打打打。其实通过这件事儿，你应该能明白魏兄对你是变真心了。前两天魏兄急着要离开荆州，他走了以后我才突然想明白，他一定是去鸿鹄找你了，对吧？他是为了工作。他那个人心气儿高，与其说是难忘旧情不谈风月，不如说是自惜羽毛，不混出个人样来绝不涉及情感。我这么说对吗？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一千多人命因我而消失，难道我应该为了一己私情而放弃报仇雪耻吗？你就是非得要我死呗？你觉得凭你杀得了我吗？但我可以自裁谢罪。我怎么劝你都劝不明白是吧？好，反正你也铁了心要死，正好尝了这么多年对你的相思之苦。魏兄托我带封信给你，我早知道你一定会杀我，在我右边口袋。
宇初，你不是想死吗？啊？什么清白啊，情感，你都无所谓了，对吧？那我可要一尝多年对你单相思夙愿。魏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知不知道空心菜的下落？长江工作站出事的时候，我们匆忙逃散。如果按照预定计划，应该都是撤往洪湖，但是到现在还是不见他踪影。没准现在他已经在回恩师的路上了。哎呀，这个我倒没想到。哦，对了，我现在要回恩师复命，要不你跟我一起走吧？好啊，好，走。看见京中那个大汉奸武先明急急忙忙进来，不知道要干什么坏事，所以我就跟着他。后来听到你们厮打的声音，我没敢进来。刚才他走了，所以我才……长江工作站接头暗号泄密一事，你是否已经查清？已经查清楚了。泄密责任在谁？鸟。九头鸟是如何知道这个秘密的？李副官前往监利上人路上曾经失踪，据说落入过九头鸟之手。德彪，你说话要有凭证。你们都闭嘴，听魏文书说。不是九头鸟，是一只八哥。宝贝，长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沉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沉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李副官，你在靖州监狱的时候，在武先明的办公室，有没有用这个暗号接过头？可是房间我们已经仔细检查过，
绝不会有人潜伏。你们上了武先明的圈套，他是故意离开，然后留下了这只八哥。这个武先明还真是个人物啊。魏小阳，这只鸟你是不是还要带回去啊？哦，不用了，它的主人训练这样的鸟有七八只，所以我想不用还它了。好，那就好，那我就带回去给孙长官看看。好。魏文叔，空心菜并没有返回恩师，他会不会落到日本人手里？放心吧，我想他不会有事情的。日本人知道他的价值，如果把他抓获的话，肯定会提出很多苛刻的条件来换取。可是到现在没有哪一方提出这个条件，所以我想他不应该有什么危险的。怎么样，胡掌柜的，还不肯迷途知返吗？于县长，这些日子您住在我这儿，我是给您端茶递水、好酒好菜的伺候您，没想到却落得这么一个结果，真是好心没好报啊。那好，我来问你，你说你亲自和武先明谈过交换武林的条件，信不信啊？有你。我无法相信。你说你和武先明谈条件那天，武先明被关在宪兵队的大牢里，难道你胡掌柜能混进牢房不成？说吧，武林到底在哪里？玉县长，我这人真是狗眼看人低，没想到您啊心如明镜、火眼金睛，我真是玩了一辈子鹰，最后让鹰把眼给啄了。胡掌柜，没用的就不要说了，我只问你，武林到底在哪里？那我哪知道啊。你既不知他在哪里，又没见过武先明，那怎么会开出二十挺机枪的价码？我这人不是财迷心窍、见财起意吗？我就想从您那儿浑水摸鱼，骗点军火啊，去黑市上卖。县长，我不是人，我该死。哎，要不您把我放了，让我狠狠地抽自己俩耳瓜子吧。胡掌柜，我告诉你，这里是监利，我说了算。除非日本人肯为你兴兵进攻，否则你的那些靠山一个都派不上用场。